这次我直接开700-200，直接强制他加强流量，这样子应该就没问题了吧？希望不会太这样的话，应该不要特别断线，也不要反而更容易断线。看这上面的数字，其实我们家网络是有能力的，拜托了，撑着了，这一定撑着。七早那么得了多少？前面很烂，5个。那我们就继续昨天的那个吧。找到，这个吧。
要十次连段，这样很不行。要多人游玩再要求啊。不是这个。960次。相当于至少要再玩100次以上这个关卡。30天以内。下一次的主要赛道是温哥华速度。希望我下次可以赢了。朋友们，我维持名次的主要干道。不要连续我的盾。是把我个人拉。实验证实，狂热只能按，不能不按。我要强制送你。把我撞离了，不知道我应该下来。乖，你这个死圣诞树。没打到。哇，我觉得这一次有点烂，完全就一直做，直到完成为止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家网络有能力，在那边我开480的时候狂断线，看现在。现在流量范围很大了，你有500多可以跑，尽情跑，只要跑到低于50就好。
我故意绕远路哦，怎样啊？小心你的红波啊！你像我连盾还没好，你就一直在骗。啊！你们这是电脑。欢迎刘唐的歌词，我非常不喜欢现在的。算了，这一套。继续玩，玩不了动。强制性的，我他妈在搞那种强制性的了。可以了，不需要，不需要，不需要。
胆敢接近狂热者啊。还不知道野生的威力啊。这个狂热，请你用在正式比赛可不可以？三次、四次、五次、六次、七次，最高纪录就是在一次，就是一次得九个。930次。我们来花一个时间，我们来花一点时间啊！听说，我听我弟说，我们来实验哦。那个连段次数啊，就是你总共连段多少减10了。如果说这是整整的话，我现在应该总共已经过了，所以我是这样想，过好我来测试一下。我就觉得不太可能，我就觉得一条连段子的算一次而已。那我现在啊，你看我现在做一做，我现在应该眼睛要有四，直接加45哎。不怕风，不怕浪，不怕什么袭击，赶快冲！
线拿下去。照理来说，我这样子我一次加65啊，刚才的45，总共多少？我来看看，45、46、47、47、107、12。再来说会一次加12哦，一次加12哦，对嘛？不是嘛？一条连段上一个，你看好像还是930啊，一条连段上一个啦。好，我要先下去一下啦。又要准备打第二季的边体疫苗了，要把接种单拿给楼下的，等我一下。
活完了，赶快进去，赶快进去啊！时间宝贵。到底要多少秒？快告诉我！
一个两个，三个四个，五个六个，七个八个，八个。说的好累哦，今天就一直打这关。
经连续十一刷就经历狂热了。在正确的时间使用时不是。我们进八百了，哦耶，进八百喽！刷这一关最有用了。你看他们的甲板已经全部拿下，真宠我了。不知不觉，我的精华已经减16个了。
直接投入出去处理。他不知道我在哪。我在天上飞。脱帽致敬。好了，今天就先玩到这里了。感到劳累了，感到劳累。那就先玩到这里了。大家拜拜啊。